March 12th, 2019年3月12号晚上11点15分。故意排长队的，有人知道我要来，然后排成什么队啊，然后呢故意阻挡我回去，延误我回去的时间。那晚上呢，家里没有人，住处没有人，容易被侵入。晚上11点15分 11:15 now, at night time March 12, 2019